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特别透过神的话，我们领受很多的祝福。神的话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比如说在这一系列跟您分享到说，一份爱的礼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神来做人，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礼物，而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爱的礼物。我们在分享这样的爱的礼物的时候，主给我们一个从真理里面而来的呼召，就是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来。把谁呢？把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呢？从哪里开始？从你我的家开始。好像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安德烈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他先想到我的家人，我的哥哥，他先去找到他的哥哥西门，然后把哥哥带到神的面前来。每一次讲到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家族当中为主得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那段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要得救。这句话可能是一个应许，你信主耶稣，主要得到的不是你一个人而已，主要得到的是你整个家，你的每一个家人。这段经文不但是个应许，这段经文也是一个托付。神要得着我们的家人，透过谁呢？透过我们在这个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些人，然后我们可以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当你要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是很有盼望的，因为神说的，我和我一家都要得救，因此我照着神的应许去做我该做的事，而不是神说了我和我一家都要得救，然后我就插着手在那里等了神啊，看你什么时候做了。不，主要用我们去完成他那个荣耀的恩典，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的托付。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得救。好像昨天和你分享，有一些基督徒，神把他们派到印度去，有人把他派到缅甸去，有人把他派到非洲去，到世界各地去成为宣教士。那些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也觉得他们很棒，因为他们被拣选。但是你知道吗？不只是那些少数出去做宣教士的人，他们才是做宣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宣教士。至少主先把你摆在你的家，主差派你和我进到我们的家族里面做宣教士，为主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把人一个一个领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要得救。但是你知道吗？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家，在希腊文原文是 oikos， oikos 这个字是家，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比家更广泛。它的意思还不只是说，哦，我的家人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哦，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儿女，哦，我的配偶，这些是我的家人。不，它更广泛的说是一个关系的网络。那也就是说，那些在我周围常常跟我接触的这些人，他不是那个，哦，我有一个表哥，可是他住在很遥远的地方，我们已经十年没见面了。他讲的那个是一个关系的网络，也就是说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你总是会碰到他们的人，你常常会跟他们遇见的这些人，这些人他可能跟你有血缘的关系，家人，但是呢，他也可能跟我没有血缘的关系，他可能是我的同事。你不觉得吗？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你跟你的同事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有的时候比哥哥姐姐，有的时候比那些有血缘的人更多，那叫做 oikos。 那些人每天八个小时都跟你工作在一起，甚至下班加班了还在一起，有些同事可能一天十个小时都跟你在一起，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比兄弟姊妹更亲，因为长时间的在一起，这叫做 oikos。 也可能是你的社区，我的哥哥可能住在美国，以至于我可能几年才见他一面，可是在我这栋社区这栋大楼里的人，我每天在电梯里面都会碰到他们，我们常常会碰面，这是 oikos。 也就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周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要被带到神的面前来。透过谁？透过我这个基督徒啊，透过你这个基督徒，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要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主把我们差派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做家族的宣教士，主也把你差派到你的办公室里面做职场的宣教士，主把你我放在这个社区里面，让我们成为社区的宣教士。因为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 oikos， 我和我这些常常接触在我周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要被领到神的面前，成为属乎主、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一同领受，这就是我们的属灵认领。认领谁？问你们那些天天在我们周围，我常常可以接触到他的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 oikos 都要得救。Chestnuts roasting on an open fire, jet frost deep in the jungle. Utah carol being sung by a choir, and folks dressed up like Eskimos. Everybody knows.Turkey and some mistletoe help to make the season bright. Tiny tots with their eyes all aglow, we find it's hard to sleep tonight. They know that Santa'sHis way, he's bringing lots of toys and goodies on his sleigh, and every mother's child is gonna spy to see if reindeer really know how to fly. And so I'm offering some simple songTo kids from 1 to 92. Although it's been said many times, many ways, Merry Christmas to Merry Christmas to you.